同学，大家好，我是简淑华。相信经过了第六章的基本面分析跟第七章的技术分析介绍之后，同学对于股票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了。那这一章我们要从股票的评价与实务操作来做探讨。那我们今天所邀请的特别来宾为元大证券潘玫瑰潘经理，潘经理好。嗨，简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潘玫瑰。那今天由潘经理来我们分享我们实务面的这个细节哈。那投资人常常会问，这时候我到底是该进场还是该出场？那将股票的评价与实务操作呢，这一章呢，我们会用四大点来各位同学解惑。那这一章的单元目标呢，我们有分为四大项。第一就是投资纪律，我们什么时候要停损停利。第二个，我们要顺势操作，就是我们要来讲趋势。第三个是我们股票的评价，股票评价的方法我们会依序介绍。第四个是实务操作。投资大师欧尼尔说过，股票市场的制胜秘诀不在于判断经常的正确，而是在判断错误的时候能够承担最少的损失。所以呢，投资纪律很重要哦。如何要做好停损与停利，了解自己的投资个性，以及投资股票到底是想赚价差还是想赚配息。如果是从股票市场想赚取资本利得，的确是要执行停损和停利。到底该如何设立停利点跟停损点呢？这时候你要很明白的知道，停利点其实就是当股票买进的时候打算赚到多少就把股票卖掉。停损点就是当股票跌多少的时候，投资人才肯认赔卖出，少输为赢。这个部分我们请潘经理来分享一下他的实务经验。好的，投资纪律真的很重要，那必须要依照自己的投资个性来做这个停损停利的部分。那如果你是一个保守型的投资人，通常呢我们会设一个下跌 5% 作为一个停损点，那上涨 5% 做一个获利目标价，再搭配移动平均线来做一个动态停利出场。如果是一个稳健型跟积极人型的投资人，我们可以把停损点放大一点，设定在 10-15%， 搭配移动平均线做一个动态停利，随着股价的移动，停利点也会往上移。我们来做一个举例说明，如果是 A 股票，买进的成本在100块，下跌 10% 呢，当股价跌破90元，我们来做停损卖出。同时我们设定一个涨到 15% 为预期的停利点，当股价涨到115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卖出，或者是搭配移动平均线，当跌破均线的时候呢，再停损卖出。这样子呢，可能可以更吻合投资需求。核心的持股呢，指的是投资长期拥有的股票，我们不会随意买卖。选股大多是以高殖利率的个股为主，因此基本面是很重要的。将我们选定的目标的企业，对于它的产业趋势、财务指标、成长潜力要深入研究。中长期持股每年还会有现金股息入袋。卫星的持股我们会选择强势股，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市场的波动来赚取价差。预期短中长期持有的股票，在达到目标价时会调整卖出，赚取这个价差的资本利得。好的，那股市呢是经济的橱窗，掌动经济数据的脉动，领先动先股市的变化呢，如领先指标中的 GDP 成长率，那从 GDP 里面的循环找出景气趋势来。那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表来看一下哈，景气会不断的从景气的高峰的繁荣期到衰退期，经过了萧条期再到景气谷底，直到复苏的循环过程。那另外呢，我们可以从美国实质的 GDP 年增成长率里面，从105以来逐渐回升，景气持续的成长。那我们看下图哦，那从这个107第二季美国实质 GDP 年增 2.8%，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实务上是该如何运用的呢？好的，从景气循环中我们搭配领先指标找到一个投资的趋势。那台股呢，以半导体是我们的出口大宗，所以关心经济数据中的产业指标，如 SEMI 北美半导体出货金额以及年增率，可以观察全球半导体产业
与科技产业兴衰的一个指标，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股价的走势，尤其台股中的龙头指标台积电。这个图表里面呢，北美半导体出货金额 SEMI 的报告中，针对以北美为基地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厂每个月所发布出来的实际出货金额的资料， SEMI 出货位于上升的一个走势，显示半导体市场是需求强劲哦。好的，那我们评估了产业趋势之后，依产业的特性，不同的循环周期它是不同的。那景气循环产业投资的时候，可以选择景气最坏的时候入场进场，首选龙头公司。那我们常用的股价评价方式呢，其实有四种。第一个就是本益比法，第二个是股价净值法，第三个是股息殖利率法，第四个是股东权益报酬率法，也就是 ROE 的报酬率法。那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当大浪退去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所谓的第一个股价净值比，简称 PB 比，它是股价除以账面净值，它是运用于景气复苏的初期，政府为了刺激买气，通常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促进投资，增加成长的动能。但当下大多数的公司都是获利不佳，这时候我们可能选择价值低估的股票切入。股票的价值它来自于基本价值及获利成长的价值，那我们利用了股价净值比来评估价值，筛选股票。那该怎么用这个股价净值比呢？我们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当股价净值比小于1的时候，代表股价比净值便宜，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买进。当股价净值比大于1的时候，代表这时候股价比净值来得昂贵，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卖出。所以运用了股价净值比来进行投资，一定要先了解股票过去的表现以及相同产业的表现，了解相对关系之后才能够活用这个指标。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班经理可不可以用实际的案例来为同学做说明及该有的注意呢？好的，股价净值比 PB 是指的透过股票市值与公司净值的差异倍数来衡量公司的股价是否低估。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并非所有的时间产业都适合用本益比，尤其是空头的时候更不适合。我们会改看股价净值比，举例说 A 公司的股价在20元，这家公司的账面净值是25元，代表着这家公司如果被清算之后，事实上还有25元的价值，等于你现在是用打八折的价位来买进。运用 PB 值来寻找景气循环股，在景气差的时候买入，有公司的净值保护，在景气上升时可以赚取公司获利所带来的资本利得。那我们常见的景气循环产业大多主的是原物料股，比如说钢铁、塑化、纺织等等。股价净值比若小于1，若确认评估不会变成地雷股，那将是最佳的买点。未来的股价净值比有机会回到1到1.2倍。以景气循环为周期，找出个股每一年的净值与当年度最高跟最低的股价，就可以得到股价净值比的区间哦。好，介绍了 PB，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了股息殖利率。所谓的股息殖利率呢，我们是用于景气初升段的时候，投资人因为刚经历了衰退期的心理恐惧，容易错过进场布局的机会。那这时候我们不妨以股息殖利率的标的来介入，等待景气回升的时候还有现金股利可以领。那所谓的股息殖利率呢，其实就是每股股息除以股价，高股息的个股呢，避免赚到股息赔了价差。所以这时候我们该选择公司过去几年获利很稳定，而且愿意发放股息给股东的，挑选股东权益报酬率较高的标的。那什么叫做股东权益报酬率呢？其实就是税后纯益除以平均股东权益的净值。那所谓的 ROE 指的是公司，代表着公司替股东赚钱的能力，股东每出1块钱能够赚回多少钱。 ROE 它是结合了公司的主要财务结构、经营绩效及获利能力的评估。那我们来看下表，
我们的下表里面其实呢，就是我们财务上常用的杜邦公式。那杜邦公式来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 ROE 的来源有三：第一个来源是税后纯益率，第二个是来自于资产周转率，第三个是来自于权益乘数。税后纯益率是税后纯益除上营业收入，那一般我们就简称这个比率叫做净利率。那所谓的资产周转率呢，是指的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它是用以衡量公司所有资产的使用效率。说明白，它也就是投资每一块钱的资产所产生有多大的销货收入。周转率越高，表示资产的使用效能就越好。那权益乘数指的就是总资产除以股东权益。公司购买资产的资源来源有两个，第一个是向外借款，这就是公司的负债。那另外一种就是自有的资金，就是公司的股东权益。那权益乘数代表公司中一块钱的自有资金购买的是多少的资产。若权益乘数是四，那代表公司的四块钱资产中有一块钱是股东权益。那这个是股东权益，是代表的是自有资金，那也代表了三块钱是负债，也就是三块钱其他的是外来资金。所以权益乘数代表的是公司的举债，会放大企业的获利，但它却是把双面刀，因为向外举债会有利息负担的，所以呢，它会为公司带来财务的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请潘经理用实务的案例来说明 ROE， 好吗？好的，相同的 ROE 的公司呢，代表其实是不同的意义。假如有三间的 ROE 相同，而且经营产业相同的公司，但是我们用杜邦方程式来拆解之后，三间公司的 ROE 分别来自于税后纯益、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有什么差异呢？我们这个图表来看，这三间公司的 ROE 都是 10%， 那其中第一家是锂公司 ，ROE 呢，它是来自于税后纯益率 40%， 代表股东的报酬都是来自于本业的经营能力，可能是产品技术优良，不可取代，或者是使用经营网络行销省下了许多的管销费用。第二间公司财公司，它的 ROE 呢是来自于总资产周转率 0.5， 公司可能用少少的资产就可以大量制造产品，或者是行销能力好，可以卖出很多的产品，只要一有扩厂的消息，获利可能就要马上来成长。第三家保公司，它的 ROE 呢是来自于权益乘数4，产品技术没有特别突出，净利率很普通，资产运用的效率也没有特别的好，可是 ROE 会跟另外两家公司一样，完全是因为大量使用杠杆，公司举债放大企业的获利，权益乘数高代表的财务风险也较高。好，以上是我们对于 ROE 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对了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股票评价，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本益比法。所谓的本益比就是股价除以每股盈余，它是运用于景气的主升段的时候。本益比代表着投资人愿意用多少钱，也就是股价，来获取这家公司每一块钱的盈余。而跟本益比呢，有一词叫做本梦比。那所谓的本梦比呢，是当年网际网络盛行的时候，那随便一家打着 Internet 的名号的小公司，都可以用超高的股价向创投业者及社会大众募资，而忽略了股价跟获利之间的关系，而是以梦想的大小来决定股价，所以这个称为本梦比。那当股价在低档，获利维持在高档的时候，本益比它是偏低的，那暗示的这一个股呢是有逢低买进的投资价值。相反的，当股价飙高，但获利并没有跟着成长，本益比它是偏高的，表示股价它脱离了合理的价值，那这时候应该逢高获利了结。那在我们实务上呢，又是如何的运用本益比来做进行投资的操作呢？好的，其实在实务上，我们不同的产业会适用的本益比范围不同，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公司，合理的本益比相对较高，衡量每股盈余越高，代表公司赚得越多。
若本益比不高，相对股价便宜，投资人就愿意花钱去买这些股票。不过本益比不适合用在空投的时候哦。景气一佳，投资股市的心态就会比较积极，公司透过营收数据来展现业绩的爆发力。选股的时候呢，我们会以营收跟盈余成长越高越好，而更重要的是能够持续成长。超级的强势股呢，至少都会达到长期平均营收成长率落在15%-20%以上，最近三年盈余最好也成长在10%以上，每季的盈余至少会成长15%-20%。同时，当一家公司如果能够连续性的高成长时，专业的投资机构对于合理的本益比标准也会往上调整，因此产业特性不同，适用于本益比也会有差异。一般外销电子与传产股的本益比偏低，区间大概在10-12倍。但是如果有政府推动的新产业，产业的趋势成长，让市场愿意给予较高的本益比，就会逐渐调高到15%-20%。另外，受到外在环境资金的追捧，本梦比更出现了到超过了本益比20倍的一个状况。投资人处于追逐未来梦想的阶段，提醒本益比在金融股、生技股跟银建股比较不适合哦。经过了对股票的基本认识，学习经济指标，找出投资趋势，再搭配股票的基本分析来选股，以技术分析找出进出场的时点。那我们以下将用案例，以台积电2330为例的实务上操作跟运用，那我们请潘经理来为我们同学做说明。好的，在这个案例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股市的一个价值面的环境，以本益比、股价净值比来评估这个投资价值。在下图107年的7月，台股的本益比 PE 大约在14.7倍，股价净值比 PB 1.74倍。仍低于台股10年的平均15.4倍以及1.67倍，评价仍属合理。考量实质的经济面仍然表现强劲，企业的获利在107年的上半年仍然维持比较强的一个成长动能。好的，那我们投资进场前呢，我们可以从四个面向来分析我们的标的。这个四个面向呢，我们在第六章也曾提及过，也就是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跟消息面。那我们可以检视个股未来的走势。首先，我们从产业趋势及公司概况来看，实务上这个部分我们是该如何运用的呢？好的，这四个面向的部分呢，我们先从产业的趋势来看。SEMI 预期106年的相关支出可以回复到两位数的成长。而对成长贡献最大的类别就是晶圆代工以及晶圆厂，还有准备在106年拉升10奈米的制程产能的业者会受惠。我们在产业指标来看，北美的半导体出货金额107年的第一季出货金额是24.2亿美元，年增率在16.6%。SEMI 出货位于上升的走势，半导体市场的需求强劲。106年的半导体出货水准都高于105年的部分。另外从公司来看，台积电为全球最大的专业机体电路制造服务公司，这家公司市场的占有率56%，是台股第一大的市值，有6.33兆。那106年的总营收呢是9774亿。每股盈余 EPS 是13.23元，那净值的话呢是58.7元。在107年的股利政策中，我们配发的是现金股利8块钱。如果以107年6月22号收盘价227.5来计算，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现金股利的一个政策。那现金股利的话呢是3.5%，也就是说现金股息8块钱。除以股价227.5元，就可以算出这个现金股利率。那本益比 PB， 我们用股价227.5元除以 EPS 13.23元，可以了解台积电现在的本益比是17.2倍。而股价净值比 PB， 股价227.5元除上净值58.7元，
得到我们这个股价净值比是 3.87 倍。另外，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 的部分的话，是透过税后存益率 35.1% 乘上总资产周转率 0.5， 再乘上一家杠杆比例 30.81， 可以得到 ROE 的部分。好的，那我们刚刚从刚刚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半导体的经济数据以及台积电的公司概况。那我想请教潘经理，实务上我们该是如何运用技术分析点来找出最佳的进场时点呢？好的，我们刚刚先从产业的趋势跟公司来进行了解，现在要找出它的进出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可以透过技术分析，由 K 线图搭配移动平均线、KD 指标跟 MACD。找出一个最佳的进出场点。台积电的股价呢，在104年的8月落底，最低的股价是112.5块。如果我们用周 K 线图加上移动平均线，我们用52周当作年线，10周代替季线，短天期的均线大于中天期的均线，黄金交叉落在105年的2月，而且这个时候呢，均线又是多头排列。是一个很好的买进讯号。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我们用周 K 图加上 KD 指标，104年的8月 ，KD 值落于超卖区20附近。另外，当 K 值大于 D 值，呈现黄金交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买进讯号。我们再用 MACD 来检视一下，周 K 图搭配 MACD 指标，它在104年的12月 ，DIF 的值大于 MACD 值。而且零轴上交叉，柱状体也翻正值，这也是一个买进的讯号。多头行情推动股价，趋势一旦成型，我们只要顺势投资就好。好的，那我们经过了基本面跟技术面的检视之后，从台积电的股权筹码，可从股东结构及法人的买卖超来观察。那我们从以下的图形来看，台积电的股本是2593亿。截至2017年8月，主要的股东分别是外资机构，就占了77.5%，及董监持股是6.5%。外资是最大的股东，也就是观察筹码流向的主要方向。那我们从这个数字里面呢，在实务上我们可以如何运用这些筹码分析呢？好的，那这个筹码面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先找出台积电它的一个最大的股东。也就是外资占了77.5%，那我们就会来追踪这个外资的一个买卖超的一个状况。107年初到7月底，统计外资累计卖超了31.6万张，投信累计卖超了4400张。但是台积电在107年的第二季法说会7月19号，公布了107年第二季 EPS 2.79元，虽然低于市场预期，可是管理阶层表示。高阶的智慧型手机需求已经相较3个月前的状况有所改善，而且新制程的开发进度符合预期，外资因此回流买超了8.3万张，这让台积电的股价从224.5元上涨到了247元。可见这个筹码面可以找到最大的股东，追踪它的买卖方向，可以影响到股价的走势哦。好的，有股神之称的华伦巴菲特，他的价值投资法就告诉我们，在买进股票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评估，若该产业跟该公司确实有前景，而它的价格却很便宜，这时候华伦巴菲特他就会采取买进的动作，而且大量的买进且长期的持有。而投资大师彼得林区的生活选股法，也是根据其操盘的心法。投资趋势通常潜在生活当中，因为从生活当中就可以发现更多的投资机会了，这就是他的生活选股法。那我们想买卖股票，首先知道了这些心法之后，当然交易股票之前得先开户。那我想请教潘经理，我们开户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好的，那一般的投资人如果他想要买卖股票，他必须要透过证券经纪商来交易。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开户的话呢，需要准备身份证的正本以及定额证件，比如说健保卡或驾照，以及一个开户的印章，到证券公司开立两个账户，
第一个是开立一个证券账户，然后会搭配一个开立证券交割的一个银行账户。之后如果要买卖股票的话，股票会放在证券账户里面，买进的股款呢就会从银行的扣款。那卖出股票的时候呢，以及配发股息也会入到你的这个交割账户。另外，我们下单的方式呢，现在呢可以透过电脑、手机做网络下单，或者是打电话给营业员做人工下单。OK， 好的，那要从事股票的交易，首先当然要开户喽。好，那我们证券账户呢是可以交易商品的呢，有上市、上柜、新柜三种股票。那交易的时段及交易的成本及国际的股市涨跌幅其实都不太一样的，有些呢交易市场没有涨跌幅限制，比如说美国、香港跟新加坡等等，它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而泰国的涨跌幅是 30%， 韩国是 15%。 那么台湾的股市涨跌幅呢，这个潘经理可不可以帮同学做补充说明？好的，台湾的部分的话，我们涨跌幅呢是 10%。那在交易的部分呢，我们的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时段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那一般的交易时间呢是9点到1点半，那零股的话呢则是只有一个撮合价，是在2点半。新柜交易呢它是从9点到下午的15点。另外补充一下哦，新柜的交易呢它是可以直接选择股，以一股或一张为交易单位。那交易实务面的部分呢，有一些注意事项。股票的交易成本，买进跟卖出的时候都要收取手续费，它是成交金额的1/1.425%。而卖出股票的时候呢，它会加收一个证券交易税。股票的证券交易税率呢是3%。另外 ，ETF 权证则是1/1%。提醒一下，股票交割也就是扣款，它是在 T+2个交易日上午的10点之前，他要完成足额的扣款哦。那另外，金管会为了活络股市，提振量能，在103年的1月推出了限股当冲交易。为了扩大交易动能，在106年的4月推出了股市当冲证券交易税，从3%降为1/1.5%。好的，那我们的股票市场可以小额投资的零股交易跟定期买股。那在实务上，可不可以请潘经理帮同学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零股交易，什么叫做定额买股这样？好的，在零股交易的部分，我们一般其实买卖股票的话呢，它一张是代表1000股。那所谓的零股呢，就是每一笔的委托量不超过999股。另外，定期买股的部分是指定期定额买进台股的个股以及 ETF。那每一家券商呢都会不一样。那我们这边先以元大证券做举例，元大证券呢提供了4档的 ETF， 如0050元大台湾50、0056元大高股息、006206元大上证50、00721B元大中国债3-5，以及15档的个股，供投资人用每笔最低金额1000块，那每一次呢可以增加1000块为单位，在每个月的6号、16号、26号可以做扣款，也可以重复选日期哦。非常谢谢潘经理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期待空中下次见，拜拜，拜拜。